我们今天，今天其实就是应该说是个人经验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啊，因为除了 Python 之外，还有很多语言，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语言啊。那 OK， 好，那其中一个是 F Sharp， 然后还有一个是 Golang。那我其实这个我刚才讲过，很蛮想讲这个题目的，但是呢，后来这个投影片写一写之后，发现不太对，因为好像变成 tutorial 一样啊，因为越写越长啊，大概你可以今天看起来。其实后面还蛮多程式码的，我就觉得不太对，所以我现在一开始先把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先给大家看一下。哎，等一下，糟糕，这投影片错了，所以还好时间还没开始。好，等一下，投影片好像错掉了。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版本那个用 Dropbox 的关系，好，这个灯可以先开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对。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有改过，所以我还有时间还没开始。好，所以就当场编译一下好了。反正，这个是别的。其实用讲刚才那个也没关系了，不过我刚才是到那个。惨了，还是其实 Dropbox 已经更新了吗？糟糕了，好吧，那没关系，反正就是好，因为我这边还有那个普通的那个档案，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说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胡子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因为很多人知道，程式语言以后。程式语言里头那个成功的程式语言，那个他的那个发明的人，他的胡子特别长哦。比方说，这大家应该很就常看到，说无聊上网看到这种啊，比如说 Java 啊 ，C 加加哦，这当然就是胡子最长。然后在 Python 也不错啊、哦。然后呢，还有什么Basic L 那些都还PHP 这些都是胡子长的。那其实我这边后面有给你看到他们真的长的样子啊。就是有图有真相啊、哦，没错，他们真的是都是胡子长长的。然后呢比如说那个中间呢就是 Python 的嘛，然后下面那个谁呢？C Sharp 的那个发明人没有胡子啊、哦，所以大家知道就造了这种事情。明明 Java 跟 C Sharp 两个都是差不多，可是有胡子跟没胡子就差很多。然后还有一些有一些是把胡子刮了之后，那个语言就一蹶不振的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Ruby 的。好，其实他是听了这个谣言之后就把胡子留起来了，对，蛮好笑的。好，那所以我现在给你看的这是 F Sharp 的发明的人啊、发展这个人，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我需要介绍这个语言，因为他没有胡子啊、所以需要介绍他。好，那F Sharp 其实是 Microsoft 的，不过它是 Open Source 的、因为我们今天是 Open Source， 它其实是 Open Source 的东西。好，那这语言其实它是 Functional 的啊、Functional 它的来源其实是一个叫做CAML 的这个语言 ，CAML 的语言，然后这个因为它拼音的关系，所以它的图案比较像是一只骆驼。好，那这语言其实已经蛮久了啊、只不过它这边是跟 .NET 结合啊、因为它是 Microsoft， 所以都是放在 .NET 上面。好，那另外你看这个是 Scala 的，也是没有胡子，虽然这个语言非常非常好啊、这是我们今天也会介绍一点点，因为我其实我不熟了，但是这也是会介绍的。然后还有再一个 Go 语言。Go 语言这有三个人啊，因为这边没有这个他原始档案没有调好。Go 语言你会发现，这个就有点可疑了啊。前两个人没胡子啊，最后一个有胡子。啊，最后这个人呢，其实他还等于是非常有名的前辈人物哦。那他现在应该七十岁了。然后那他其实除了 Go 以外，他还有发展一个语言，叫做 B 语言。所以胡子并不一定有用啊，因为没有听过 B 语言，对不对？然后不过它 B 语言是其实 C 语言的前身啊、其实 C 语言前身。然后当然有除了 C 语言之后，还有 D 语言啊、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在用 D 语言的关系啊。不过这个人也是非常厉害，因为他第一个那个他应该写出第一个完整 C 加加的 compiler 的人哦。那这个以前我们刚才包括我啦，刚才用的也是用他写的那个 C 加加的 compiler 啊、就是我那时候用的是他 LoTeX 的 C 加加。好 ，D 语言也是蛮不错的。好，可是有人说。既然 D 语言也不错啊、为什么我不介绍 D 语言，而介绍那个 F Sharp 啊、原因我等一下这个今天可以马上看到。
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刚才那个这个投影片的关系，我把它切回去原来的投影片。OK， 好，这样可以了。Full screen， 好 ，OK， 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图啊，这是一个乐透组合 Python 的版本啊，这是乐透组合，当然不是报名牌的，它是做什么事情呢？你看49636，四九代表49个号码，好，那中奖号码有六个号码嘛，从六抽六个号码，只要三个号码就会中奖，那你当然买一个票啊，一张票上面有六个号码啊，所以六个号码之中有三个号码一样的话就会中奖。现在问题是你至少要买几张票才可以保证你一定会中奖？哦，答案其实是目前最好的记录应该是168张，哦，168张，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其实是组合学上的问题了，不是几率，几率当然你不用买那么多张，但是它这是组合学上的问题。那这个程式就是跑，基本上是跑一个贪心演算法，然后让它可以这样跑。啊，这个让你不用看很详细的，啊，重点是大概看它的样子。为什么大概看它的样子？因为我们看下一个，这 F sharp 的版本，差不多是一样的。F sharp 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个 compile， 它其实是就是要 compile， 不像是那个动态语，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有差了，前面多了多好几个 let， 啊，对不对？然后呢差不多了，然后有一些小杂讯一点点，啊，这什么 ref， 我们再往回看，啊，一些小杂讯，但是其实差不多，啊，有些地方还比较短一点，甚至还比较短一点。你看这个 range 那个东西，它写上一点点 v， 这谁都看得懂，对不对？从一到 v， 你还没学过你就知道，啊，从一到 v。然后后面这边都差不多，哦，甚至都差不多。那这是我照 Python 的版本去改的版本，所以它其实有其他写法，哦，F sharp 其实有更好的写法，只是说你用 Python 可以写的方式，在 F sharp 差不多可以写。它唯一多的就这一行，哦，原因是因为它是 functional 语言，啊，所以有一些 mutable 和 immutable 的问题，哦，但是其实基本上差不多了，哦，这是为什么我要介绍 F sharp， 因为我觉得它，哦，特别是在之前想在 PyCon， 现在这个是台北派的那个台北大派的那个社群议题嘛，所以来介绍这个，因为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其实它跟它，就我的感觉写起来还蛮像的啊，写起来还蛮像的感觉。好，但我有点作弊了啊，因为这个 printfn 啊其实是一个函数，但它变蓝色了，把它改蓝色，看起来跟那个关键字比较像啊，就再做一下弊。然后还有，然后这个 combination Python 有这个，它这个没有，所以其实要多花三行把它写下来啊。不过你本来 import 就要一行嘛，它写个三行其实也差不了太多。那有一些函数名字稍微有改过了，所以大家跟 Python 比较像，不过意思上差不多，就是它写起来的感觉很像。好，那其实那另外一个主角是 Go language， 很多人大家应该都会 Go。那 Go 这个发明人，刚才看到他没胡子这位啊 ，Rob Pack， 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在 Go 发展之后有什么最让他觉得奇怪的事情啊？其中一样就是他原来预期说是从 C 加加和 C 的人跳槽过来，结果呢很奇怪，都是从 Python 和 Ruby 的人跳过来。哦，就很奇怪。那有一些解释，很多不同解释，有些解释是说，比如说像 Java 的语言的，他们被绑住了，他们会学新语言的话，他们可能会学 Scala 或学其他语言，不会来学这种不是 JVM environment 的语言。不过我们这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呢，其实很多程式设计师，哦，他们其实还在尝试搜寻一些更好的语言啊，哦。那这边有一个推论，第一就是 Python 和 Ruby 可能算是不错语言，哦，就是。甚至就是可能两种嘛，一种是喜欢搜寻好的语言的，一种没有那么喜欢去找更好语言的。那从这边推论的话，可能 Ruby 和 Python 其实是不错语言啊，所以呢，这些人呢啊，有很多 Ruby 和 Python 的 program， 他们会到处尝试各种新的语言。好，那另外一个推论就是我刚才说有两种人嘛，我们其实你在网络上或者日常碰到很多人说什么语言其实是。程式语言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叉叉叉，然后什么东西，什么框架啊，什么什么domain knowledge 或者是什么很多很多什么想法，还有什么很多东西。其实他们那个说法也没有错啊，不过程式语言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下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还没有，这个要改过，所以不好意思。那 Python 我们刚才说 Python 是一个还不错的语言啊，那什么叫不错呢？啊，玩过 Python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The Lang of Python 就是 Python 的那个蝉啊 ，Lang 是蝉，然后我们通常做什么莽之道，写起来很长很长啊，其实我们把它简化成啊就这样子而已。啊，我们去仔细读，它其实说了半天，其实做三个啊，第一个就是易读易维护啊，易维护包括那个以后再修改或者是 debug 这种事情，然后呢容易实作，容易写，易写易读，其实就这么简单。不过这样写起来讲起来有点太抽象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举一个例子来看。好，那
我现在这里主要说明语言其实是很重要，语言会影响思考。好，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简单例子啊，这我前一阵子有一个学弟他做，然后碰到这个问题，他蛮厉害，他就是也是魔术的学弟，非常厉害。好，那他那个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写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啊，就把 RGB 的颜色啊，就是三原色换成了 HSV 的 H 啊 ，H 它公式其实蛮复杂的，好像这样子，好，不但是你写起来你看得懂，你看得懂。那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呢？他想要在试算表用一格写出来，然后试算表一格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方说其实我不太熟试算表，不过他那个基本上我们限制是不能够用变数，不能定义函数啊，不能定义这些东西，然后其他也没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像这样。好，你直接翻译的话，哦，他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是你看嘛，这个有 minima maxima 啊，这是我们后来讨论之后写这样子啊 ，minima maxima， 你当然因为没有变数嘛，就把它展开啊，等于是人脑 compile 了吧，就 compile 出来，然后像这样子哦。所以你看，第一个语言有差，对不对？语言有差啊，这个好的语言和不好的语言就差在这个地方啊。好，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讨论一下之后修改了一阵子，变成这样子。好，就变成可以改成像这样子。为什么我可以改成这样子呢？因为有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好，所以第二件事我要想说的事情就是说，不同的语言你要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思考，好，才能把它化解。好，比方说我今天除以六是全部除出来，它在里头是除了好多次。然后 minima maxima 我改用那个条件式判断的，好，就可以把 minima maxima 消失很多。好，就是你看原来的话这个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这个有四个条件嘛，把它分两个两个这样切出来，好，类似像这种，好，然后就不需要太多东西。好，可是你还是看不懂，对不对？因为这些还是很乱啊，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好，这样子你大概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其实有小技巧，就是其实我要说 C2 等于 C3 等于 C4 啊，这件事情啊，用这个数学方法来表达啊。那后面的话就是还算看得出来，对不对？它有好几个 if， 像这种情况。好，所以我们刚才我说的结论很简单，就是第一个，语言很重要啊，其实语言会影响你的思考。好，比方说，其实我这边每个星号其实都是一个连接啦，每个星号其实都是一个连接，你可以去看一下一些像参考资料。比方说，你可以知道，其实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原在某个地方岛上原住民，他们讲的方向，他们没有前后左右这种事情，他们只有东南西北。啊，比如说他要把东西就你就请你不是我们说，比如说交给你左边那个人啊，交给你右手边的人，他不是啊，就跟你东北东的那个人握手啊，要这样讲啊，或者你踢球的话，请传到不是传给你什么西方的那个人。好，那所以这个东西会影响他的思考。那所以呢，不是在单单这样子哦，这些人他们在各个地方，他们会自己脑中会有个指南针啊。研究显示，他们其实会有脑中会有指南针，他们在很多地方不会迷路，因为他们会脑会随时随地追踪东南西北。好，最后第三个就是你会发现挂号对可读性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啊，你可以看到啊，这有挂号，但是没有帮助，你还读不懂。有帮助的是排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 Python 的原因是因为啊，不要挂号，我不喜欢挂号啊。然后在程式码变短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它可读啊。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好，那什么是好语言呢？有 Python 啊 ，Python 算不错。Go， 你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21世纪的 C 啊，因为它本身就是 C 的一种特别东西。F sharp， 我刚才说它其实 Camel 跟 .NET， 其实它有非常的精神错乱啊。这个 F sharp， 它物件导向的部分是 .NET 的物件，那它的那个其他部分语法、啊、关联是 functional 的那个 Camel 的部分。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像这个台北市一样，很多那个有新的建筑，有违章建筑，全部合在一起啊，就是普通旧的建筑了啊，混在一起，然后乱七八糟的啊。然后他又喜欢假装成 Python 样子，因为原来 Camel 其实是有挂号，但是他变成刚才那样子，所以他就等于是 Camel 和 Dart Danet 的混血小孩，那 cosplay 成我们是 coscup 嘛，是吧 ？cosplay 成 Python 的样子。好，那 Scala 呢 ？Scala 其实很好用，它其实也是 functional 的啊，算是 functional 的啊。它的东西变化非常灵活，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它跟 Java 比起来简洁很多，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2012年就是那个。哆啦 A 梦的生日啊，所以我可以，我觉得用哆啦 A 梦形容它非常的贴切。那 JavaScript 当然也是不错的，然大家知道它其实是伪装成 C 的，也是 cosplay 成 C 的那个 Lisp 啊。那 CoffeeScript 啊，那个就是其实它是伪装成 C 的 Lisp 的又伪装成它的，然后再搬成 Haskell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语言啊，它也是，但是它。你可以发现这些我今天提到他们都跟那个 functional 有点类似的关系啊，其他很多，那有一些像比如像 D 其实也不错了。好，那
够的话，我先讲结论。够的话，其实比较适合啊，比较适合什么呢？我最后我觉得，如果你对做 Web Service 或者某一些东西，然后你想要 CI 思考的话，其实蛮适合 Go 的，啊，可是呢，它不太适合科学计算和客制化，它的客制化的灵活度非常，虽然它有 reflection， 啊，但是我觉得它不适合这样子做。那 F Sharp 跟 Scala 其实差不多，啊，其实就看你比较讨厌那个挂号还是微软，啊，如果讨厌微软的话，就不要用 F Sharp， 啊，讨厌挂号的话，就是用 F Sharp， 就只差在这个地方而已。好，那如果你常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再用 Python 的话，其实还或者一般。用 Python 的写法的话，其实还蛮适合用 F# 的啊、哦。那 Scala 的话比较适合对 OOP 那个整个非常适应啊、哦、那个，然后呢对抽象，而且啊、哦、这个、而且哦啊、哦、对抽象化的接受度，因为它用了一些比如说 Hierkind 的那个 type 这种东西，其实是蛮抽象的东西。那 F 它 F# 其实也蛮容易客制化，但是它的客制化比较像是重新定义这个语义啊、哦。我等一下会稍微讲提到这些东西啊、哦，这是结论是这样子。好，那我学 Go 的其实第一个就是听说 Go， 你在网络上看到它的非常大量的宣传哦，它还有一个静态的 Duck Type， 就 Python 的那个著名的 Duck Type， 然后还有静态 Duck Type， 那它有多好呢？我们刚刚说 Scala 是个很好的语言，但是它上面的使用者反映说，我原来用 Scala 写6000行，在 Go 里头只要写3000行就好了，哦，更厉害。然后呢，不是只有 Go， 所以大家先不要笑，因为 Python 也被他们奚落一下，就是说 Python， 我才刚刚啊，我的东西转到从那个 Python 转到 Go 去，结果我的程式码更简洁、更漂亮了。啊，最后一个他写的讲比较长，我就简单说，就是说 Python 比 Go 差一点 ，Go 比较好。啊，很多人这一大堆的，不过他们也不是针对 Go 和 Python 要讲这个，他基本上是说所有语言都比他烂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所有语言都比他差，就 Go 最好。我在某些领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哎、欸，把被他们这样子。宣传之后，我觉得把 Python 跟 Go 结合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哎、欸，比如说速度变快啊，干什么？然后想，好，我可以想要做一个伪装成 Python 的 Go， 看看怎么样。我把它 Python， 然后就写好啊，名字取好了。然后呢，我还写了一个 Parser 啊，就 Parser 写的，我其实只写 Tokenizer 啊，就是先把它做编译器嘛。然后我还没学它语言，可是写开始处理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好像关键字好像不是很够用，感觉它关键字其实还蛮少的啊，好像不是很容易变成一个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所以刚刚开始学了一下啊。所以 Go 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它没有 class 啊，没有 template， 没有 function generic， 还有那个 method generic， 但没有 function generic， 没有 operator overloading， 所以这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常要用，你要做向量计算或者大数计算啊，就是比如说很大很大数的计算的话，你要写成什么 add， 要用函数 add x 逗点 y 括号这种东西，你不能写成 x 加 y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痛苦啊。然后呢，他没有 list comprehension 啊，这个我最喜欢 Python 的一部分这个东西。然后当然这边也有他们使用者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怀念 list comprehension， 之后从 Python 转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怀念，啊，我是还蛮怀念的，啊，而且他把，不过他有好处是把分号什么东西都简化，然后把 exception 这种也简化。好，不过他最大的特点呢，啊，是其实是这个部分，他的我觉得他真正的是啊go routine 啊。这是他对某种多工处理的方式是最有，最厉害的地方。好，那学 F#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 Object Camera 就本来就会一点，然后所以他这个，也是跟 Python， 因为他跟 Python 很像嘛，刚才说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他们这个跟那个，他们都有一个叫做Playground 的东西啊、在网页上面让你可以写程式，然后呢，大家可以有点像 Passbin 这种东西，但是它可以执行的。然后呢？它本身跨平台，可以在 GPU 上面跑，都有特点 ，HTML 和 GPU 上面都可以跑。F#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因为 ML 本身它就是处理语言，然后 Meta Language， 它本来叫我刚才说 OCAML 啊，后面两个 ML 是 Meta Language， 它本来就是可以处理语言，本来就是可以拿来写那个 compiler 的啊，所以呢，它本身可以有的功能就可以把自己 compile， 然后跑到 GPU 上面去，那。刚才你可以发现那个为什么会像 Python 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type inference 啊、哦，有 type inference， 所以你不用写说 int 32或那些东西的。OK， 那我们看一下 Go 的长的样子啊，不过大家很多人看过，所以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大概看一下啊。Go 的好处是它有 map 啊这东西啊，不过还有 range 啊，所以其实我们用 Python 的会用的蛮习惯的，是主要在这个地方。然后它的 for 回圈的话呢，也可以像这种 range 啊，也可以用传统 C 的回圈啊。它有 switch 啊，所以当然看起来没什么，但它这有个特点就是没有 break
啊、哦，少了 break。然后呢，再来就是当然没有分号这个。那最主要是我要可以跟等一下跟那个F sharp 的 pattern match 啊、那个东西做个比较。啊、哦，它的 method 写的像比较像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在后面定义。啊、哦，你可以把另外一种做 type 再做 binding 啊、哦，这还蛮容易的。不过它这边没有 class， 它只有 interface， 这是所谓的静态压 的东西啊、哦。那就是说，比如说呢，我这个东西是在前面定义的，std out 啊 ，standard out output， 在别的地方定义，它有一个 write method。好，那我现在用它，我现在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只要定义一个 interface 有 write， 我、哦、在什么地方定义就可以，在我自己这边定义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现在有一个函数啊。哦，我只要告诉你说，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W 它有个 write 这个 method 就可以了，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只要给我个 write method 就好了。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duck type 的那个精神在这边。啊，你是什么东西我不管，你只要叫起来像鸭子，飞起来像鸭子，跑起来像鸭子，我就把你当成是鸭子。好，所以你不管什么东西啊，你只要有 write 的 function 的话，我就可以吃它。啊，所以呢，你是别的地方写好的，只要有个点 W R 点 write 的东西，我就可以呼叫它。啊，所以它这个对我们 Python 的那个吸引力就在这个地方，不过也只有这样子了，其实也只有这样子。啊，它的那个错误处理，它有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它不用 exception 啊，它就用它的那个很多东西跟我们传统的东西其实有差异啊，像 exception 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它是用啊也是个 data type， 也是个那个它的 interface 的样子啊，那它的函数库也蛮齐全的啊，函数库其实蛮齐全，但齐全也只限某个方面了、啊、我说至少它在那个。在比如说写个 simple 的那个 web server 的话，哦，你是没什么问题的，它写出来是很容易，这有 Python 的感觉。哦，它是它真正的强的地方在 goroutine。它其实用 Python 的话来讲的话呢 ，goroutine 是什么？其实就是 multiprocessing 啊、，processing 这个东西和 pipe。哦，它的这个东西 go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那个你去 go 的话 process， 然后呢，这个、ch 这个 channel 传过来传过去的东西其实就是 pipe 啊、哦，跟 Python 的 pipe 其实差不多。只是它是 lightweight， 啊、哦、，Python 的话是用 fork 做的，啊、哦，那个东西很笨重，而且有很多限制，啊、哦，它是 lightweight， 好、哦，然后那个而且它的语言头整合比较好，啊、哦，所以这是 Go 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东西，啊、哦，其他的其实没什么，啊、哦，好，那简单 goroutine， 比如说像这个 sum 的，所以你喜欢 Python 的 generator 的话，啊、哦，那种东西其实它可以取代 generator， 因为它非常 lightweight。哦、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一些 overhead， 你可以简单的就把它当成是那个 yield 啊，那个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个一般的 generator 的那个那个方式。好，那它还可以做类似像 Python 的话，我就它 pipe 如果我记得要没记错啊，它那个 select 哦有点其实还蛮麻烦的哦，但是它这边反正它整个语言都整合的很好。好，我们看 F sharp 啊，因为它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不太可能把它全部讲，主要是讲它的那个它的物件其实就是跟 C sharp 搭内的那个方向啊，但它函数写法它这边不用括号啊，比如 addxy 它这边不用括号，这是代表 x 加 y 啊，所以有 let 的话就把它绑起来了，我、啊、这变成一个函数啊，这边它后面有个 type， 告诉你说它是一个整数传到整数的函数啊，这个数学的话讲起来就还不错了，但是看起来可能就大家就吓到，就觉得很抽象。好，那这边你可以把它做括号。所以我这边说到精神分裂的地方，因为你从那个单内的函数的话，大部分都要写成像这样子，哦，它一般的习惯写成像这样子，在那个 functional language 的习惯写成像这样，但是你在那个什么单内的话，就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 tuple， 哦，这样传。所以你在呼叫单内的函数库的话，都要像类似像这种方式，哦，这是就是说它精神分裂，它一个语言有两种方式，哦，两种方式在处理，啊、哦，它有所谓 generic 啦，啊、哦，这种东西，比如说 IDX， 你传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去，啊、哦，不过它这 generic 也有精神分裂了。好，现在 plan A 是说任何的，基本上是任何的 .NET 物件。好，我们等一下看另外一种 generic， 像，哦，对不起，还有三分钟，好，像这种样子。啊，这东西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也可以做任何的两个东西，只要能够相加就把它放起来。这个看起来就很抽象，不过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这代表的是静态的那个各种物件，它在编译时期就处理掉的东西。啊，这是在编译时期就处理掉的东西。好。那这边就可以做很多 functional 的东西，你喜欢做很多东西就可以做一大堆啊。那我最后要说的是那个啊，这个 pattern matching， 好、啊，所以这个一般那个像 Haskell 或者是那个Scala 那边都有这种类似的东西。好，那它 comprehension 各式各样。然后我刚才说重新定义语法，就是说它 comprehension 不像 Python 一样就是那几种，你可以自己定义自己 comprehension， 你告诉我 for 什么意思 ，do 是什么意思 ，in 什么意思，那个还有什么 continue break 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样子。好，那
你要做平行处理很简单，把 SEQ 这是做 sequence， 我要做 map 嘛，就跟 Python map 一样，我先做平行 map， 你只要加个 p 就好，所以非常的容易做平行处理。那它有好几种平行处理方式，哦，同样是精神分裂，因为有那个 .NET 有自己的平行处理方式，那个 Camel 有自己的方式。好，那比较起来的话 ，F# Sharp 其实跑得很快，但是仅限于在 Windows 上面。哦，你在 Linux 上面的话，用 Mono 跑得非常慢到我觉得它好像写错，可是好像没有错，就 Mono 有时候会非常慢啊，哦。那其实你看233是说它用丑的写法和漂亮的写法，因为我们你去看那个什么。那个 program language 的那个 shootout 那个 benchmark game， 你会发现那个程度写得非常丑，然后但是我们一般只想写漂亮的嘛，写漂亮的话它会变慢一点点，哦，可是呢写快的时候它变非常快。那我说最快的是说漂亮的写法它还是快，虽然由丑变成漂亮的时候速度变慢，但还是比其他语言变还是快一点，在 Windows 上啦，哦，在 Linux 上面 就慢到不行，比 Python 快，比 Python 快一点。好，那我昨天做个简单的实验啊，就是各式各样，它长起来像什么？这是 Python 写的样子啊，这个是那个 F# Sharp 啊，下面这个是那个 Go 啊，这个是 Scala 写的样子，大概长像这样子。你可以发现，其实真的 F# Sharp 还写起来蛮简洁的。好，那我们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啊，是不是跑的时间 ？C 53秒啊 ，Scala 95秒 ，F# Sharp 这是 Linux 上面跑的哦，很慢的哦，125秒啊 ，Go 159.6秒，所以其实不是很快啊，哦，其实不是很快。然后 PyPy 啊，949秒 ，Python， 哎，我不知道，因为跑时间关系，所以跑不完。啊，哦，好，那这里还有蛋叔啊 ，Go 是用它原来 Google 的 compiler 跑的，哦，如果你用 GCGo 的话，其实跟 C 差不多。哦，可是呢 ，GCGo 的缺点就是它的 Go routing， 它的我刚才说它最唯一的最大优点是 Go routing 嘛 ，Go routing 它的 channel 那个会比较慢 ，GCGo 的那个实作比较慢。好，那F# Sharp 如果在 Windows 跑的话，跟这个 Scala 差不多，啊，所以让大家有个概念，可以去跳槽了，啊，所以我最后说的其实说 Python 太慢，啊，F# Sharp 有人格分裂，啊，够像 DSL，啊，Scala 它功能很强，啊，可是你不用羡慕，他们能够做到刻意功能，其实 Python 都可以做得到，啊，那什么 higher end 啊 ，type inference， 只是我们做比较慢而已了。然后呢，啊，而且呢，其实大部分东西是不需要的，他们都是为了解决那个。好，时间到哈，好，所以我们这边还有刚好结论先讲，好，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说，我是说，如果大家能够听到我这边，然后去试试看 F# Sharp 或者是 Scala， 啊，选一个，看你考虑哪个，啊，去选一下的话，就是达成我这次目的，啊，谢谢大家。